大家好，我是二扣，好久不见。因为以前的那张生存地图呢，已经被我毁掉了。因为本人电脑换了一下下，换的稍微比之前还要好一点点，所以说接下来的影片会稍微顺畅一点。那这次就来拍之前的那个生存实况啊，可是地图没了嘛，所以说我们就重新拍个影片吧。好，一样是生存模式，啊，创建啊。距离之前拍片的时间已经太久了，所以说有些话都想说又不知道说什么，因为你们应该没来看我影片的，没错。反正就是接下来的影片呢，通常都是会探险的，通常都是往世界外面探险啊，不然就是在留在家里。盖房子、盖家，反正就是这样吧。哦，还有就是挖矿嘛，当然。那现在呢，生存世界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山木林，可是没有雪的那个山木林。哦，顺便讲一下，我们现在的版本这个是那个1.7.2，对，1.7.2，就是有马，还有那些里里口口，像羊毛那些那个，也是就是有这个啦，就是这种地形，还有其他一些相思木什么什么的，因为我已经没玩麦块很久，所以说就没有去研究啊，不过还是略懂略懂。那像我们现在先找一些适合地形来那个生存嘛。生存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挖木头，这个大概人人皆知的，好吧？我们先来挖木头。像现在这种花嘛，花花草草，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以后可以那个为家里装饰。我喜欢那个在家里的时候呢，在工作岗位这边工作台什么熔炉什么箱子这些的，下面就是放草地啊，然后摆一些花，摆那种漂亮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再放一些水温泉，不是温泉，那个叫什么瀑布啦，对，瀑布，这样就能造景效果。尤其是我喜欢那个什么什么丁香的，什么丁香紫丁香吗？对，那个花很漂亮，白白的，又带点略粉红 feel。那接下来就要挖木头喽，然后刚刚稍早之前我们又看到了那个羊嘛，那就顺便嘛。残杀一下动物，完成我们的伟大梦想，就是做了一张床，晚上睡觉，度过晚上，逃离苦力怕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的第一个工作台呢，就设在这边，这边有水。首先先做镐子。啊，铲子就不用了吧，铲子我直接挖就有了，从这边挖下去吧。收集木头，不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石头，对，鹅卵石。我们收集九个是熔炉，然后再做3个石镐，对，收集13个。等下我在算什么？我在算什么？9、10、11、12，对，12个才对。收集12个鹅卵石。哎，不对，已经超过12个。好好好，奇怪奇怪。等下，接下来呢，先做铲子，先做斧头，接着呢，留去做熔炉。熔炉放在旁边。好，我们先来那个挖一下木头吧。这个是白桦木，白桦木我觉得它原木的样子可以摆在蛮多东西的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虽然说很像斑马线之类的，就是有白有黑那种嘛。然后它的那个分解之后的木材，我觉得很适合拿来当做地板。当然，这种香木拿来当地板也不错。我比较不喜欢拿杉木当地板，就是有点黑黑的，比较适合拿来当做墙壁的第一层。对，墙壁的第一层。那我们现在就
快挖挖挖。接着呢，来做一个残忍的事情，当然不是挖石头，挖石头只是来做，只是来为我们前程铺路，没错。sword 做一把剑，在这个世界中下手第一只动物，产下毒手。我只砍了一刀就把他杀死了，这精致的刀工，真的是连国外名厨师都自叹不如。好，我们先来，现在要干嘛？我们先把羊毛收集成3个好了，顺便在这附近挖些木头。可是，先说一下这边的地形我不太喜欢，所以说大概过个两集左右，一两集左右就会开始找一下地形。这边都基本上全部都树林，不太喜欢了、啊。像这边的杉木可以收集一下，然后再走。我们可能会往这个地方吧，这个地方看看有没有山上。我喜欢住在山上，当一个隐居嘛，不闻世那个叫什么？不闻什么？不闻世间吗？不是啊，啊，反正先来找一下羊啊，羊在哪？羊，赶快哦，在4分钟就晚上了，我们已经拍了6分钟了。我记得刚刚我看到很多羊啊，哦，我听到了。好了，第二只羊，准备受死吧。好了，第三只羊，伟大的梦想总算完成了，现在只剩下收集木头了。收集木头完之后，再收集一点石头。这个食物的话就，下一集去找吧，因为你懂的，食物这边看起来好像找不太到啊，这边都只有羊而已。那个喝水的问题已经不用那个了，你看有没有？这边有一堆水，一堆水，等着我去绿化。当然，我们可以把它优氧化，接下来水变绿色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烧一下这个碳碳啊。这样分解烧会比较好，就是木头放下面，然后烧原木，因为木头它一格可以烧两个东西啊，原木可以烧几个、欸，反正我觉得木头这样分解会，对啊，木头一格可以烧两个啊，一个原木可以分解成4个木材，那这样的话一个原木拿去烧，还不如拿4个原木一起过去烧会比较好，就是可以烧比较久，比较省材料这样。好，我们先来找一下这附近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吧。看起来都很不奇怪，好吧？真的感觉有点缺食物了、啊。我们可以来赌一下运气，把这边的橡木林全部挖光光，看看有没有不明。Apple 掉落在地上，哇哇！这次先讲一下这次的实况呢，这一系列实况大约会拍一段时间呢。可是我出片速度不会说很快，因为有点懒啊 ，You know， 超懒，懒到不行再懒。可是呢，因为我那个在录影片的时候，虽然说录了蛮多集了吧，就之前的系列大概录了五集对，可是现在新系列第一集还是有点紧张，因为已经离上次录的影片已经有6个月时间，对，半年，太久了，有点没什么梗啊，口才自己本身也不太好啊，也不知道讲什么，可是我还是会尽我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心意来拖台前，而不是。就是来就是拖了10分钟，不是哦，苹果，就是来丰富这整个影片。哎，苹果可以补2个，我们就刚好补满了。我们再挖一些木头好了。